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介绍王胜。我们为什么要单独的好好的介绍一下他呢？他的身份不一般。王胜号称是他们健美队的吉祥物，只要你代表队里出去比赛，就都能拿到成绩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象征。你最得意的，你身上的是哪一块肌肉？背阔肌吧。背阔肌是哪块？来转过来，博士给我们讲一下背阔肌大概从哪儿到哪儿。是这个背阔肌是从这个肩部，然后一直在这个到这，对，这个到这个地方，对，这是这个长大块的扇形肌肉，翅膀，对，就像一个翅膀一样的，对。哎呀，真是，你别说，你这一对翅膀够我们组吃一个星期的吗？哎，其实王胜，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，你像刚才你说你已经练了6年了，然后大壮练了10年，对，你今年其实还不到30岁，对，也就是说你没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练了，对，高中就开始练了。那你们算不算是你们清华的特招生呢？不是，我们都是普通的学生。哦，就像你练了6年，还有一谁刚练1年来着？这一年练成这样？哎，这样吧，我觉得我挑战他就 OK 了。不好意思呢，这儿站仨，你就指着一个。为什么我挑战一个？你挑战人家，你想挑战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这俯卧撑，你行吗？挑战，就是一个胳膊。哇！你行吗？可以吧？我不怎么会做。哎呀，你怎么又认输了呢？他会，他说他试一下。那行，好，30秒 啊！有人应战啊！来，30秒，看谁做的多，还单手交换的是吗？哎，你先活动活动吧，小龙。哦，这裤子好紧呢。我怨裤子，还没趴着呢就怨裤子。好，你说三而已啊。啊哦，三，哎，你把腿的叉成什么样了呀？规定应该是怎么叉呀？没有规定啊。啊。可以啊，来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，4、5，哎，我是零线吧？8、1，啊，我终于回到1啊，9，行，10。小龙，你说你也是，你就跟大一新生比呗，你上来你就跟人说一只手的，让人觉得你多厉害。我是很厉害，我不是赢了吗？我要十个，你做了几个啊？反正比你多，人家就是画，我都数不过来，你数你这个，你自己都能数得清楚。那我承认，我没你强。见笑了，哈哈，可以休息了，哎，啊。哎呦，原来我有什么胜利的时刻，但是今天没有。你今天在这儿，基本上想跟肌肉有关系的东西你找不到啊，找不到胜利啊。啊。你还跟人家比？你知道人家平时怎么练俯卧撑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王胜，给他展示一下平时你们是怎么训练俯卧撑的。就俯卧撑，我们一般就是徒手做，觉得太轻松了，一般都是背上靠一个人，甚至两个人。叠罗汉，来，咱们看看怎么叠罗汉。别受伤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哇！4，好玩，它还有特效。它得放气儿啊！你多少斤？我120公斤。120公斤，240斤啊？对。小龙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要试试。那当然，我在背后，我。那你就不用试了啊！我相信这一点，不但你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啊！哦，王胜，锁两个人，你来锁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哇，厉害！哇塞，可以啊！哇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哇，厉害！来，停。我坐回主，你俩站着，大壮你也去。好，没问题。真行吗？可以。真行吗，王胜？真行吗？你别这胳膊就断在了中央电视台。OK。啊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OK。停！别了，我心疼王胜啊。你别再把这儿练给肌肉拉伤了。给翘背一下。他
是学一年，刚练一年练成这样，你练六年练这样。嗯。但是我听人家说，通常像这个健身房里能够把肌肉练成这样的，需要吃什么蛋白粉呢、啊嗯？还有一些什么激素能够让肌肉迅速膨胀，然后就立刻就，你们平均多长时间吃一回？其实那个我们那个基本上都是以学校的那个自然饮食为主。你们就靠吃学校食堂？对。你们不吃任何的那个添加剂？对，蛋白粉首先不属于药，但是大部分同学也都不吃。蛋白粉只是有的可能因为训练量比较大，然后学校蛋白质、嗯、就学校饮食当中蛋白质补充不过来，嗯，然后就可能训练完吃一勺。我们都是大部分90%全靠你们的食堂。对，就多吃鸡蛋、鱼、牛肉，是吗？这种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。嗯，所以你们这肌肉都算是绿色肌肉，啊、绿色天然无污染，有机肌肉，有机肌肉，有机肌肉。我像我们的话就是不会抽烟不喝酒，嗯，然后我们的生活都比较规律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肌肉应该都算是绿色的肌肉，哦，纯绿色的啊，很环保的肌肉，对，真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再欣赏一段肌肉展示，绿色环保肌肉的展示，来，有请各位。真正的大米帮是一群人，还有来了的吗？看，还有，有啊，看看，那不来了，哇，美女 ，Hello， 哎呀。